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之间有战争吗？我今天我没看到我们信主的人和不信的人去打仗，我没有拿起了武器然后去打不信的人，对不对？人家不信的人也没有拿起武器来打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，它不是一场我们肉眼看得见的物理上的战争，而是一场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属灵的战争。